大家好，我们来澳南海滩这边也有好几天了，是吧？我们这一期就跟大家一起来谈一下我们对在澳南的衣食住行，都是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啊，跟大家谈一下我们的感受怎么样。首先我们就是讲到吃，因为澳南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商业化的啊，一般澳南海滩那边门口都会有站一个小哥给你来拉客做生意怎么样，都挺激烈的啊，挺竞争挺激烈的，我们就不太喜欢那样的，所以我们就找了一家就是离澳南海滩也挺近的，但是在一条小路上面，就是应该说是反其道而行，但它是反方向，对，我们是没有往那边走，是吧？我这边就是一个就是本地人也会偶尔来尝试的这边这样的一个小店，它门口没有这样的人，我们反而倒觉得轻松自在啊，基本上都是游客，对，欧美游客比较多一点。我们找个位置，就是这样一个本地的本土的这样做泰餐的一个餐厅，它后面就是有这样的位置，还蛮好的啊，好有感觉，小盆盆，喷一点，这野外的蚊子比较厉害啊，店家准备好了，所以在外面吃饭的话好像店家都有的，大家可以就是问老板要一下，到处都喷一下。好， Emily 玩得开心吗？这两天在澳南有采海是吧，在海岸海滩边上捡贝壳，还有吃好吃的，他激动死，还有游泳啊，是肚子饿了现在。不是两个，不是。看看我们就是在澳南这边的消费怎么样的。澳南好像一般就是一份简单的炒饭在100到150之间，泰铢啊，就是炒饭炒河粉就是这样的。这边的它的主菜一般都是在200块钱左右，这边也就是一个上面的价格就是跟澳南的一般大多数餐厅都是差不多的。然后这边有菜，它是主要是做泰国餐的，这边菜一般都200往上，然后点心在100块钱，主食也在100块钱左右。我们是点了三个菜是吧，鸡肉一个，鸡肉三个就是炒的菜，均价都是在200块钱左右，200泰铢一个菜，然后点了几个米饭，就是这样简单的，也就大概人均消费差不多，我们这个算下来100马币左右，一家人就是700多泰铢，800块钱泰铢。因为我大女儿明天就要先回那个了嘛，回吉隆坡了嘛，是，我们就跟大家先说一下这边的订票好吧，就是如果一个人的话，从澳南回到那个去机场的话，一般我觉得就叫那个 van， 就是买一个人一个人的会比较划算是吧。如果你要订这个 van 的话，就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酒店直接让酒店前台订，一种就是在澳南边上它都会很小的旅行社，它有那个出岛啊，然后订票啊都是有的，很多的啊，大大小小价格也都是统一的。对，这边澳南到机场甲米机场是150泰铢一个人，然后你就是在酒店告诉他酒店就可以，你的航班，然后司机会提前十几分钟大概去酒店去接你啊，十到十五分钟你约好一个时间，就你在酒店大堂等着就可以，这个倒挺好的，你一个人旅行的话就是不需要那个，对对对对，而且它价格都统一的，你任何一家店都啊都是150泰铢，没有说什么你家贵我家便宜这样子的。然后就是如果你从甲米市区，我也问了，市区到那个机场的话大概是120泰铢，就是这样子，他就也是有车到酒店去接你的。那么如果打车的话，像如果四个人的话就打车划算，两个人就打车划算了，他直接过去350泰铢左右，就是直接澳南的话到那个差不多。他如果说我们四个人，他说我们四个一起走的话，他给我们300铢那边买票一样啊，反正差不多的，反正你就打 Grab， 还是如果超过两个人打 Grab 还是最方便的，还是对吧，啊，过去300多泰铢，反正这边 Grab 也挺多的啊，这边也还可以，就是这个就是大家如果就是来回机场的这段费用是这样的。我们从甲米市区打车过来差不多200泰铢左右是吧，200不到吧，200不到一点，就是如果你坐单个人的，我也看了，就如果你单个人的市区到澳南的话是50泰铢一个人，坐那种像双条车一样的直接上去一位位的，价格一样，真的一家人出来你就打车你就
比你单个就划算，但是那种突突车就比较贵了。因为我们有一次昨天是吧，在公墓海滩那边挺晚了，但也不晚，八点钟七点半。公墓那边是比较偏，比较偏，这边澳南是这边这边打车比较方便，对，我们从那边就是公墓那边吃完饭想回来回不来了，打了20多分钟都没有接单的。然后我们就路边问了一个那个像那个突突车一样的，它的改装的，改装还不改装，就是一个电动车旁边一个小斗，一个小车，就是在改装的，它400块，我们打过去的时候是150块钱左右啊，嗯，差不多对吧？他说400块，哎呦吧，那也差的太多了，我们就后来就多等了一会儿，后来还是有打到车，对吧？打回来就150块钱，所以尽量的话就是你如果是去偏的地方的话，你或者可以留一个司机的电话或怎么样，你会啊，对，是的，尽量还是能坐 Grab 那种小的突突车，真的是挺贵的，比你要贵，而且不安全啊，比你要贵，他看的有的时候要价挺吓人的，还不是双条车，还是只是一个三轮车啊，是的，是的，啊，这个就是一个衣食住行的行，对吧？就是在这边，然后。就是我们吃的话，就是刚才大家看到了，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一般都是人均消费总共30人民币左右，150泰铢到200泰铢，就是 这是反方向的便宜。然后你在主街道上的话是主街道嘛？现在游客反正也不多，我们发现就是现在整个好像澳南这边旅游业啊，大家都是有折扣啊，特别那边人很多，就是店很多的地方竞争特别激烈，你都是你会啊，我这边吃我这边吃，就是这样子，是吧？那边比较热闹，商业化一点，这边澳南商业化其实挺商业化的，90%我看基本都是游客，而且是欧美客人。我觉得这现在这生意很难做，就像我们去按摩，对不对？啊，我们在市中心按摩还反而贵，400泰铢，250啊，最便宜的250，普通在300左右、啊。这边因为竞争激烈嘛，反而好像这边。就是你按摩啊，吃饭是比市区贵，吃饭贵对吧？按摩就是比市区便宜，然后你买一些纪念品啊什么，这边还是贵，比市区要贵一点，也看我，反正总的来说，夜市上比外面的要贵一点，要贵一点，是会偏贵一点，对，是基本上90%都是欧美客人啊，然后几乎没有本地人，我感觉是啊，我感觉我买了一些纪念品，夜市上比我们去那些到旁边你可能周边的一些地方去找的话。要差个4-5倍啊，还差挺多的。他们有的开价是，所以我们走走逛逛，什么、啊、看看，多看少买，吃东西你就。我感觉夜市是买东西挺贵，真的。吃东西，反正大家也就是这样，还是就是市区的会，当地人吃的会便宜一点，对对对对对，是吧？哎，你看离开旅游区，你总是会。而且我发现好像，贾米猪脚饭不是很多，不像。什么清迈什么遍地都是，是吧？河岸猪脚饭也多，这边猪脚饭好像不多，我们来了吃了也就没吃到几顿猪脚饭。找了一档最好吃的呢，在菜市场啊，菜市场里的猪脚饭挺好，回头跟大家也分享一下，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这边的澳南主要吃的是什么？因为欧美客人多嘛，然后它就是披萨、汉堡、pasta 什么之类的会比较多一点，是吧？而且我觉得澳南海滩那边做的泰餐也不一定。有正宗，我感觉应该也是、我们吃了嘛，没有很接地气的啊，对，不像那种就是纯的这种泰国的这种味道，对对对对，还是有改进的。那这个就是我们100泰铢是吧？这是什么？这个就是炒粿条，我以为是一盘什么虾呢，这怎么那么大虾啊？100泰铢就是这样，来、过来看一下，正好我们待会儿接着聊啊。那它有虾的料还是可以的，对吧？有一边有鱼饼，就是炒粿条，炒的还是可以的。这边这个餐厅做的还是可以的，三只大虾。它跟我们马来西亚的炒粿条还是不一样，它是拿细粿条炒的啊，是，然后它会配花生，配这样的。这就还是比较属于泰国风味啊，是，价位还差蛮多的。像我们点那春卷，这里是100，这里100铢，我们那边50，50铢，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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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三条大的。一般那边市区都50-60铢啊，对，是一般就50-60铢，一般菜就是一份饭啊，怎么样的？对对对，这边就是100起步，就是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还有吃的什么有大家分享的？还有什么吃的？你觉得？反正吃的消费就是这么多嘛，大致消费就是这样。刚刚说到买票嘛，然后我们刚刚也去问了一下去景点的话就看你自己去谈咯。
它可能每家旅行社的价位可能有高有低，对，折扣。就是你一般你出海好像是反正1500泰铢左右一个成人，就是你出海什么去皮皮岛啊，这个不好说，这个不好说。我们问的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可以自己去你自己的谈价格了。对对对，它有一个大多数都是有个上岛费的。哎，有的挺贵的，400，就有的岛是400块泰铢，对吧？有的是300，是吧？那一家人其实，如果你人多的话，也就1000泰铢就没有了，是吧？就一个上岛费，一个上岛费。对对对。那这个就是出海，你带也可以去旅行社那种小的旅行社去问一下，很多很多，是的，遍地都是。对，然后我觉得澳南好的一个地方什么？它这边的酒店的价格，就是你酒店的还是性价比挺高的。像我们这一块的话也算是离海滩挺近的，大概走路10分钟也就到了，对吧？它是如果你我们其实就在那个澳南的那个景区上面。如果你300马币之内的选择余地是很多了，它就是有300马币就500人民币以内，它4星级酒店还有包早餐，那个选择余地是很多的。大家可以就是试一下住这样的，我觉得挺好的，性价比挺高的。因为我们在市区住的时候，因为它没有市区的都是老酒店，没有什么好的酒店，没有什么很好的酒店。对，一般那边价格便宜嘛，一般100马币就能，你可以选很多，就是但是大家都是那种简单老屋子改建的，就是那种，但是价格就便宜100马币以内。但这边的话就是200-300马币以内住到4星级的酒店，住肯定是澳南这边，澳南这边的住的 好。对对对，是，大家可以就是你玩一玩啊，旅游设施啊什么，澳南这边好一点。澳南这边多待几天，然后你可以吃，你可以另外打车过去逛一下夜市啊，怎么样的。然后就是这个就是住的这方面，对吧？然后就是海滩，我们去两个海滩，一个澳南，对吧？对，一个是公门海滩，对吧？对对对，我觉得公门海滩还更美一点，人少，人少，开发少，开发少，污染少。对，那边海是蓝色的，沙子也很细。对 对, 对, 对，这边澳南的就是。也挺干净，干净是干净，对对对，但是有点黄，是有点黄，有点浑浊，浑浊，你们可能到里面去一点啊。对，但有很多我看到很多老外，就他们像冲浪一样，直接在浪挺大的，他们浪挺大的，对对对对，踩浪，胆子挺大的。是，这打火猪肉我觉得，也是做法也是不一样的，是吧？你看下面是豆腐，是吧？它因为是。菜嘛，它不是说你那个啊，纯的打泡猪肉是吧？对，因为我们也没有饭，我们以前吃的都是打泡猪肉饭啊，对对，是是是，下面还是做法有点不一样的。来150，这150是吧？那个是牛肉是200是吧？他们的菜分量也算是小小份的是吧？对，但味道是好的啊，对，味道做的算是精致的这边。多少钱？我们三个菜660块钱，差不多，就跟我们平时的一般就是四个人吃一下，就是700左右是吧？700上下啊，是。味道不错，就是量小。是的，我们一会儿晚上有可能要再加一个夜宵玩。肯定要加，肯定要加，啊、是吃饱，但没有过瘾。如果你没什么，就711解决就可以了，没有很好选择，直接711走一走。哎呀，泰国这点就是方便。那个主街上我觉得没什么吃的啊，是的，是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在澳南的一个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希望对大家来旅游的有点帮助，是吧？有点概念。好，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